那你的老婆怎么样？他会很限制小孩子？不会，他会是扮黑脸。我老婆是我儿子的天使，天使，天使。哦，所以你就是那个，你是黑脸啊？他是天使，那天使，我感觉天使就在你身后，是吗？来，拜拜拜！我要学吴宗宪一句话：见鬼啦！耶！还有没有讲他是魔鬼呢？哎呀！真的不笑，我在你后面呗。我的老婆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有点惊吓。还好我没有讲魔鬼。魔鬼如果再转过去会更惊吓，跟你讲，他的眼神一定是什么？